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英国一名男子施皮尔斯是知名不明飞行物体 UFO 专家。过去他到波兰出席一场会议，却离奇吐出2公升的黑色液体，随后死亡。波兰当局事后却声称他是死于自然，家人则发现他笔电内的所有资料都已删除。综合外媒报道，年仅39岁的施皮尔斯 Max Spears 两年前在波兰出席一场会议，突然吐出黑色液体死亡，目前仍查无死因。最近施皮尔斯的母亲贝茨 Vanessa Bates 透露，他生前曾发简讯给他，简讯内容写道：我有麻烦了，若我有什么不测请调查。贝茨的律师表示，施皮尔斯在波兰过世时，他的笔电仍有许多资料，但死后资料却全部消失，怀疑是遭到波兰当局删除，希望把波兰的急救人员找来英国作证，但不确定能否办到。律师也提到，手机 SIM 卡内的资料可能是关键证物。波兰当局则表示，这个离奇的死亡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，目前医院的医生也无法确定他死亡的原因。当时的验尸官调查官卡洛琳 Caroline O'Donnell 则在声明中表示，当时施皮尔斯先生在发高烧并且身体虚弱，第二天施皮尔斯吐了2公升黑色液体，